talking about. Now, everyone, give it up for the maid of honor, Angelica Skylar. I remember last night, I just might forget that night.负责开放政府，然后社会创新，然后青年的
所以这三个题目当然我是连接我的业务范围回答，但是跟这三个没关系的也都很欢迎问，就是并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问这样。所以我们接下来大概在两分钟左右正式开始，那就请大家想一下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的进行时间大概会一个小时，那在这一个小时里面我大概开场的时候先花个四五分钟吧，先把就是这次我在就是那个大会期间去纽约稍微介绍一下台湾这边就是我工作的办公室啊，工作的方法。那在有问题开始出现，然后按赞的数量比较多的时候，那我们就直接来切换到这个问题。好比像说现在已经有一位朋友来问说，哎，政府要如何运用物联网的技术来辅导就是小农，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我想就是大家看到了，如果也想要听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按赞，目前有两个人按赞了啊。那如果想要听别的，那就投别的。像今天有朋友问说，哎，那资安要怎么样防护，想要听资安相关的问题。有位 Nelson 是问说想要物联网的基础建设的一个蓝图，然后有一位胡俊老师问的是说想要如何推动社会创新等等，所以我们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就是多问一些问题。然后如果一个小时还没有结束，那上面的问题就都已经回答完了，那我们就提早结束哈。不过这种事情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大家都是就是我一面讲一面问问题的。好，那我们还有大概接近一分钟。最新的问题会放在最底下，所以也很多人会把就是最新的问题当作类似聊天室这样子在使用。那如果觉得说，哎，我回答到一半，你想要听更多，那你也可以就是等于追问嘛。那追问的问题因为是最新朋友的，他也会放在最底下。开放硬体，开放原始嘛，
开放资料的部分，意思就是说这里面的每一个零件它怎么样组装，它的这个说明在网络上都有，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改装。那原始码开放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脑子，他怎么看世界的这个方式，哎，也是在网络上公布的，任何人都可以去看，也可以去修改。那更重要的是说，他看到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那这件事情他是分享给大家的，是叫做开放资料。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当时在这边做部署，就是放这些无人车，然后他们在那边跑来跑去的时候，我们要办一个黑客松，那就是让大家问说，哎，有这些好像一种新的物种这样子。跟我们在一起相处，那大家有什么想法？好比像说，就会有人说，在建国花市里面也有很多长辈嘛，会去逛花市，然后逛逛就可能买这个一盆兰花，一盆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搬一搬那个东西就越来越重，那这个就很影响，就是他逛花市的那个乐趣，因为他可能只逛到一半，然后就东西就很重，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再逛下去。那可以寄放在这个花市那边，但是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动线多多少少有些限制。所以呢，他们那时候就想到说，哎，那也许我可以跟逛，然后他就好像是就亦步亦趋的跟在他旁边嘛。你买了什么东西就可能像花篮嘛，就往上面堆，然后你就可以很悠闲的、很优雅的这个逛完花市啊，逛完浴室啊，然后呢，他可能如果你买了太多东西，可能有个车队嘛，两三个这样子的车子可以一个跟着一个，然后呢，当你买完之后，哎，你就坐上其中第一台，然后他就载你回家了。反正大部分来逛花市的这个也不一定很远嘛，所以他就慢慢可能开个十分钟嘛。再回家，那再回家之后呢，就是把花盆什么都搬下之后，哎，他又跑去接别人了，这样。那像这样子的一个使用情景，它是非常社会性的，就是说他看到我们这个社会情况，解决一个蛮具体的社会问题。那第二个是说，那是载女士的，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任何人觉得说，哎，那这辆车子里面应该要装一些不同的颜色的灯来表示他的表情，或者是说透过你的手机 AR VR 这些方式，好像宝可梦一样，你把这个 iPad 举起来，你就可以看到这辆车眼中看到的世界是什么。他现在如果忽然停下来，他到底是看到什么停下来之类这样子的方式，都可以让这种新的物种透过物联网，就是透过把他感知到的东西去跟旁边的人沟通，或跟旁边的别的私家车沟通，来让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种新的 AI 怎么样融合到我们社会里面，一起有更多的想象，而且也确保说，如果有一些新的方式，比较好的方式的话，它不需要等大公司有什么这个新的更新呢、啊，也不需要等明年推出新的车款呢、啊，你只要找到你这个附近的大学生，说不定就是你的小孩，你就跟他说，哎，你把方法改一下，然后他就可以改成你要的样子。所以这种它能够融入社会，然后又让社会全体参与的这样子的一种创新，就是我们叫做社会创新，或者说 social innovation。那在就是社会创新实验中心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去问说，哎，这个社会上面有哪些事情是关心社会的、关心商业的、关心环境的、关心治理的朋友们都觉得重要的事情，大家立场可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价值。那在这些共同价值底下，我们就问说，哎，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法能让这些价值都能够获得实现，然后呢，又不会牺牲掉任何一个人。所以这种不会牺牲掉任何一个人，大家对等式的这样子的创新，我想就是我们现在在推社会创新行动方案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特色。好，那以上这个来花五分钟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工作的方式。那我们就很具体的来看大家的问题。那有20位朋友想要问说，政府如何运用物联网技术哈来辅导小型的农民小农？我们在有一个活动叫做总统杯黑客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就是我们每一年今年是第一年会办总统杯的社会创新黑客松。那在总统杯的社会创新黑客松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说我们去看所有这个在社会上面大家最在意的一些题目，然后这些题目呢，大家觉得现在政府做的不够好，或者是说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呢，我们就问说，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提案？这个提案是可以让大家都就是看得到的，就是公开提案。然后呢，如果有些人觉得他手上有资料，但是他缺这种分析的能力，好比像说像就是台湾自来水公司，他手上有非常多可能灌溉啊相关的或民生用水啊的这种水压、水流量的资料，可是呢，他缺乏就是有用 AI 技术来去分析说哪边会漏水，哪边事实上没有去放水，哪边事实上应该要有这个水管，但是那个水管因为已经很多年的塑胶管的，可能
会有缺漏的情况等等的这种情况，他们目前都是靠人力，就是靠老师傅去听。那虽然老师傅经验很丰富，他是带着一个好像听诊器一样，但他绕全台湾一圈，从一个新的漏水点出来到他听到大概要一年半的时间。所以呢，他们就希望说有没有机器学习 AI 可以来当做他们的学徒，让老师傅来教他说听到这样子就比较有可能是漏水，听到这样子就可能他真的并没有真的关爱到等等。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是去就是招募民间的朋友们。当然也有反过来的哈，反过来的就是好比像说就是有一个叫做天下杂志，那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觉得说治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之前呢这个这叫治水成效追追追哈，就是这个之前的这个治水预算大家都只知道编了多少预算，可是它具体的在每个点位做了哪些工程，这些工程从几年做到几年等等这些很细部的地理资料它都没有完全公开出来。那因为我没有完全公开出来，所以呢大家就常常会变成好像口水战一样的情况，所以他们就希望说把这些资料如果他能够要得到，那他们就可以去结合，好比像说每次来的不同的气候啊、台风啊、淹水啊、人口数量啊等等这些东西，把这些图叠在一起，就可以知道说哪些治水的成效有没有花在刀口上，以及接下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改进。所以这个是他们有能力，但是又是需要资料的。那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们，像这个叫做这个农业风水师哈，他就是透过就是农业的这样子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就包含我在我入伙之后有帮忙整理，就是所有的国菜相关的，包含这个滚动仓储的释出量啊，每一个批发价格啊等等的这些就是资讯，然后会做成一个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的这样子一个仪表板，然后一次就可以看到跟所有相关的叶菜类，现在已经扩增到水果类，所有相关的从育苗，然后产销等等这些部分。那以前这个按照我们农粮署的专员所说的，以前大家是各怀鬼胎哈，但是有这样一个系统之后，大家就是怀同一个鬼胎，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比较不会有那种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下就囤积啊或怎么样的情况。那我在这个中间协调的时候其实蛮有感触的，就是说政府有时候手上有些资料，像滚动仓储，它是冷冻的仓储，它为了这个价格调节，所以它每天会放一些出来来调节这个物价嘛。那但是呢，这个资料就是它每天放多少出来，这个农粮署是把它当做最高机密，它是绝对不会释出的。那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这是要平抑物价，所以说你如果一开始早上就说哎我要放多少出来，那这个市场的这个平抑的效果当然就没有了。那所以呢，之前很多人跟他们要这个资料，然后他们都不。那我在协调的时候就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可是大家可能知道国家机密在30年之后就要公开了，对不对？那如果是普通的机密的话，10年之后就要公开了。所以我想问农粮署的朋友们，那到底多久之后这个资料才不是敏感的啊，才不会影响到这个世界？啊，他们想一想就说，我们24小时之后就可以公开。对，至少就是没有人问过他们这个问题而已。所以目前就是24小时之后就会公开，因为它的交易价格是每天的嘛。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是透过就是包含微气候，就是透过物联网的技术，常常是 LoRa 的技术，当然未来5G可能也会使用，是由农夫自己在田间或者是自己在耕种的地方去测量湿度、去测量温度等等。但是呢，这些气候如果只是单独的农户去测量的话，他没有办法。predict 它没有办法做出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呢，政府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现在结合很多民间自己去量测。我刚讲的是湿度嘛，那这个是空气品质，这个是临时空物观测网，就是很多人自己在自己家里的阳台或学校或这些地方，那他量测的是可能 PM2.5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空气相关的品质。那同样这一组人现在也去做水资源，就是水质的感测。那所以我们政府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说去架这2000多个测站，而是说我们提供一个大家可以相信的有公信力的这样一个资料的一个平台，去确保说不管你是水资源，不管你是空气品质，不管是所有其他的东西，我们都在国家高速网络中心、国网中心NCHC 去提供这样几个资料仓储，那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所测量到的，不管是刚刚讲的微气候，或者是水资源或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到这样子一个平台上面。那所以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的最主要的使用者之一
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那这个计划叫民生公共互联网，如果有兴趣的话，有更多的资讯是在他的网站 CI， 就是 COIOT 哈 ，CI.台湾.gov.tw。那我这边稍微插题一下，就是说这个网址其实也是一个突破，因为我们以前这种跨部的部会的这种相关的计划，通常都会在五个部会各自有一个网站，有的是英文的，有的是中文的，有的讲得很清楚，有的很久没有更新。那这样子的话呢，从这个就是外国朋友，或者是你刚接触这个领域的朋友们，你们完全没有办法知道说到底从就是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是一件什么事情，大家都是好像部会分门别类，各自切一小块蛋糕去做这样子的，就是说大家很擅长分工，但是外面看不出来我们在合作啊。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在今年就把我们的政府的网站用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台湾.gov.tw 是大家共用的。那任何跨好几个部会的政策，我们就是用啊，比如说公民生物联网是 CI 嘛，那就是 CI 台湾。那如果是人工智慧，那就是 AI.台湾.gov.tw。那如果是社会创新 Social Innovation， 那就是 SI.台湾.gov.tw， 都非常的好记。那如果是好比像说智慧国家那就是 smart.台湾.gov.tw。 那如果是我们的生医升级医疗方案，那就是 bio.台湾.gov.tw。 不过呢，像我们去 bio 台湾的时候呢，这个做医材的朋友们就抗议，因为他们觉得说看到 bio 这个字没有办法想到医疗材料，所以呢你也可以透过 biomed.台湾.gov.tw， 它是同一个网站。所以我想就是说，以前大家还是觉得说这个一定要就用某一个讲法来讲，那但因为网络是无限大的嘛，所以不管他们想要什么名字，我们就再加一个网域就好了。那本来里面呢就是跨部会所有相关的资料。那所以呢，在民生公共互联网这个基础之上，目前正在办这个资料应用竞赛哈，头奖300万，二奖100万。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各种各样子的提案，去帮我们把这些资料呈现给让小农能够具体使用的他们把它叫做堪舆啊，就是说去实际看到旁边的周边的环境，跟我刚刚讲的菜价仓储等等，来让他们做出最好的耕种的这个判断。那这样子的一个案子其实常常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总统杯黑客松一年大概有100多个提案，那这100多个提案里面会有5个，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得奖的哈，就是大概会有5个，他到最后他其实除了一个奖杯之外，我们给他最大的 promise 就是总统会当他的这个 project manager， 理论上他没有调不到的资料，理论上他没有协调不了的机关，那他的真正的 award， 他真正的这个奖赏就是他会在下一个预算年度他所提的这个案子就真的会变成了公务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像以前很多竞赛就是开外挂，开完外挂捡完彩颁完奖就没有了啊。就是这些朋友们的具体贡献就是他们会进入真正的公务体系。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这100多个案子其实很多都是所谓的公民社群，所谓的厂商，所谓的媒体，所谓的民间朋友们提的，可是呢我们看他这个提案的时候呢，感觉上就是某个科长写的，就是感觉上就是跟他之前可能已经塞在抽屉里面3年的某个案子长得就一模一样，因为公务员写案子是有一个特定的这个写法的啊。那不管他本来是因为没有预算，或者他长官不支持，或者跨部门协调很困难，或随便什么原因，总之就是冷冻了一阵子。那但是现在因为有这种外挂的比赛，所以他就可以去找一个民间的朋友，然后呢他就提案。那提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他没有任何 risk， 他没有风险。如果最后做不出来啊，那就是反正就是黑客松嘛，做不出来也是给未来参考。那但是呢，如果做得很不错的话呢，那他就可以说啊，这个本科配合办理。那配合办理之后呢，他不但可以上台领奖，而且他这个想法呢也变成公务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具体，就是每年会看到100个这样很棒的一个想法，那我们从里面挑出10个优秀，5个优胜，就是慢慢的把它变成大家就是具体可以使用的部分。所以在这个得名的部分里面，包含这个科技堪舆，然后水源，然后风光互补 IoT 育菜农场哈，农机媒合平台等等这些部分，大概都是跟 IoT 跟小农相当有关系的一些题目。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介绍他们得奖的这个什么概念啊、简报啊之类的，但这些其实都在网络上面。所以我们做的方式，相信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不是政府很 top down 的去说那这个就要在这2000个地方去补东西，而是我们去看到在每一个区域有在
在做这些创新的朋友们，我们去补他们的不足。好比像说，如果他们感测器精确度不够，那我们请工研院帮他做很便宜的精确度很高的感测器。或者他们很多人反映说，哎，这个地方有些地方就是没有步道嘛。好比像说，东部的地方呢，可能因为比较在山上，但比较补不到，那环保署去帮他们去把这部分补上。还有很多朋友们会说，其实他们很需要另外就是海峡中间的这个资料。海峡中间的资料，这绝对不是公民科学社群可以量测得到的啊。那我们现在因为要补离岸风机嘛，所以我们就希望在离岸风机上面，在签合约的时候，就说你要把民间社群所需要的这些气象资料站去留一个开口，然后装在那些离岸风机上。那在这个过程里，也透过物联网的方式，及时的把离岸风机那个地方搜集到的资料，然后把它传回来。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朋友告诉我们说，他们需要在高空100、200、300米的资料等等。那这些就是透过无人机的方法去进行搜集。那反正这些大概都在民生公共物联网里面可以去查得到。那我这现在就不特别再讲太多细节了。有20位朋友想知道说，现在台湾的环境，身边创业的朋友都以失败收场，政府是不是还是支持年轻人创新创业，还是鼓励年轻人来找一间稳定的公司来稳定的待着，至少不会提高失业率哈？非常大好的问题。我不想创业，不管是在哪里啊，台湾或者任何其他地方，没有保证成功的。如果保证成功，就不叫创业了啊。所以就是说，创业我们现在所希望做的事情是两个，一个是说我们要把创业的失败的这个 stigma， 就是说大家听到失败就想到这个倾家荡产，想到这个跟亲友借钱，或者是想到一些就是很不好的这种联想，我们试着把它让它减低，就是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让它减低。因为确实在以前，如果你是要做一个资本密集的创业的话，那本来它真的是需要蛮大的一个资本额，那很少有人能够说那我连续创业失败有5、6次，那我就在第7次的成功，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现在如果你做的是刚才讲的这种比较是以资料为主，而不是以资本为主，或者是你是以创新的服务为主的话，其实它需要的这个资本额是远低于以前资本密集的这种创业所需要的资本额的。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往往你的第一桶金不需要是去借钱，也不需要抵押什么东西，可以靠群众募资就可以去做得到。那像这样子的做法，就是创业可以说是几乎是没有风险。就是说，如果你失败了，那就是当初群众募资给你的那些人，你就是原原本本的跟他讲，那为什么这个主意不 work？ 那大家都学到一件事情，那再接下来你再去试另外一个下一个 idea。 所以也就是说，创业为什么这个大家以前常常觉得说你必须破釜沉舟才做的事情，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之前创业的那个支持的生态圈并没有非常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在社创中心所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试着在创业的时候就先去问说，你想要解决什么社会和环境问题，然后再把解决那个社会和环境问题关心的朋友们都聚集起来，变成一个供应链或者是一个生态圈。那当然我也知道说我这样子讲非常抽象，所以我来举一个具体的题目。我们之前常常讲社会企业，那但是其实社会企业在有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大概是最近6、7年才从英国这个就是舶来品嘛，这个翻译到台湾的。那但是它的意思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你一开始想要解决某个社会或环境问题，然后呢你找出一个跟市场互动的方式，就是你的服务或者产品，然后你透过你的供应链，透过你的这个日常的工作，你就在工作当中就产生了社会影响力，然后就解决了社会或者环境问题。也就是说有一个使命，然后有一个营业方式，然后有一些实际造成的影响力，这三个条件构成了，那目前我们就说好，那你是社会企业。那但是呢，其实在这个定义传到台湾来以前，台湾做社会企业已经非常多了，已经20-30年的这个历史。那不管是我们透过合作社的形态，本来是基金会嘛，后来变成消费合作社的主妇联盟，或者是说其实像喜憨儿这三个字其实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创新，因为本来是好像叫做智障啊，还是叫做什么的，那但是你把它改成这三个字之后，大家就发现说，哎，他们也是可以做出很多很有意义的贡献。比如说他们的刚刚讲的艺术天赋，就是很少人这个会想到的。那或者利源公司，那他们推广就是有机啊、友善啊等等这样子的饮食，其实都已经做了非常非常久了。那我这边要讲的就是刚刚讲的创业，它不一定是要非常高的成本，而且它只要明确的社会使命，其实它是可以说是无本的创业哈。那我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叫做点点善的一家社会企业。那
那他们在去年开启了一个新的创业的一个蓝图，它叫做天赋城市。那天赋城市做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希望把街上的街卖者，街卖者就是坐着轮椅，那他可能想要卖一些玉兰花或者一些卫生纸给你的一些朋友或口香糖可能还有抹布，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啦。总之就是说，他们的这个 supply chain 可能是比较有限的这些朋友。那这些朋友们，当然大家只是平常可能会觉得很可怜，然后也可能会跟他买一些东西。但是呢，这个叫做点点闪的社会企业认为说，他可以透过设计思考的方式，服务设计的方式，去让他们变成不是好像觉得可怜，而是大家觉得他们很有帮助。那这个其实他们已经很有系统的帮很多朋友做过，像刚刚西汉尔是一个例子，或者像视障的朋友们，台湾有家叫黑暗对话嘛，就是在全黑的空间里面，大家一起办一些活动，做一些共识营。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因为全黑嘛，大家都被手足无措，可是那个很有经验的引导的老师呢，就是非常的有自信。那到最后灯一开，你发现他是盲人，那个大家对盲人的看法就改变了，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才是优势，我们才是弱势。那所以就是他们不断的去找到这种反转的方法。所以呢，他们就是先结合一些视觉设计，像这个犀牛队长就是西汉尔画的，然后呢去进行访谈，然后好比像说，大家都发现说，为什么大家很少跟街卖者做生意？最大的理由就是说，不知道你给他的钱到最后是谁赚走了，他给你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这个 pitch 不是非常的清楚。那第二个就是说，在过程里面，他跟你的互动是比较有限的，可能说谢谢小姐谢谢。之类，那它的 CRM 的部分也有待加强。那第三个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它的 supply chain 的管理上面，如果让它卖，好比像说口香糖，那它卖的并没有比旁边的便利商店来的便宜。那所以从各种角度来看，都有相当多可以改善的地方。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呢，其实并不是自己什么都从头做，而是去找到像这个是叫人生百味，是另外一家企业。他做的就是专门去做生活照顾跟职能训练，去让他们能够担任解说员的那样一种口条，去训练他们就是穿得比较正式，然后比较能够多一点就是同理跟这种互动。那台湾也有非常多做辅具的所谓的隐形冠军，所以他们就去重新设计，把那个轮椅变成一个就是电动的车。那这辆车呢看起来就很帅，而且大家都觉得说是在城市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景。那接下来他们就去谈供货来源，好比像说台北在推这个公平贸易，那他们就可能找到一些公平贸易的茶或者是咖啡，那或者像台中可能要办花博，那花博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进货来源。但是我这边要讲的是说，因为是回应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这些年轻朋友他们做的事情并不是什么都做完了然后再让市场知道，市场上面是什么都没有，一块钱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草图，就是他们想要把轮椅改装成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就直接抛在网上，然后说那大家就来凑钱嘛，你只要凑到10万我们就可以做一台这样子。然后呢，那当然他们一开始这个目标是要做这个可能就是8台，那但是呢在这个目标里投上去其实没有多久马上就超标，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这是一个很酷的主意，而且他利用了群众一个心理，就是说你一旦出了钱希望他们试试看做做看，你就不会想要他失败嘛。所以你除了出了钱之外，很多人在出了钱之后他马上就会开始出一些主意，也就是说他做的并不只是群众募资，而是所谓的这个群众募想法，集思广益。好像就有人留言说，这个在这个没有网络热点的地方，因为这是一台电动车，所以说它应该可以当做网络分享的热点。或者说如果你的手机没电了，那它上面有一些快速充电座啊，应该是你可以手机马上放过去，然后它帮你充电，你在等充电的时候它就泡一杯公平贸易的茶给你喝。那又或者说有人就注意到前面这个置物箱其实还蛮大的，所以应该可以放一些爱心折叠伞，然后下雨的时候它就可以变成这个左邻右舍来借伞的地方。但是我想重点并不是哪一个特别主意特别好，而是说大家在提出这些主意的过程里面，无形之中对于这些朋友想的就不是他是残障或他是弱势或他是怎么样，而是说马上把他当做所谓 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说你的业务拓展的总比就是你请一个去那边一直举着一个牌子好用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就想说，那我们侧面可以装一个很大的一景一幕，那可能轮播一些公益广告啊等等，所以各种各样的 business model 就因为这样子一个简单的草图它就长起来。所以可以说在这个创业的过程里面，他投入了就是一个设计的一个巧思，但是他并不需要有一个已经证明可行的模式，也不需要投任何资本下去，他就是等大家这个意见，然后石头汤一样凑到一个程度，然后这辆车就真的开出来了。
所以我想说，我想鼓励大家，就是这些东西它不一定是用辞掉你的工作才可以做的。刚刚我在讲这个就是翻转设计的创业链里面，每一个 supply chain 里面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正职工作，他们只是下班时间或甚至刚起来滑手机的时候怎么样忽然想到一个灵感，然后他就好像集思广益一样丢到那个群目的池塘里面，然后让其他人来做讨论。所以第一个，创业它可以是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那第二个，它可以是像以前都是你要先有产品然后才赚到钱，那现在透过群众募资，你可以先凑到钱然后再去做产品。所以就是说他创业的顺序也跟以前不太一样。那我们营造出这样子一个很友善的环境，又营造出说那失败了也没有什么，没有失败可言了，你就是试出一个不太 work 的模型嘛，那就再调整一个模型，再去凑一些群众募资的钱过来。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慢慢慢慢大家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创业并不是一个需要这个那么可怕的事情。那你就可以所谓的微创业，就是稍微创业一下下。那在这里面其实也有非常多的朋友是在有正职的情况下，他是在周末或是每个月一次投入这样子的一种集思广益的工作。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谓这个数位原生的时代集结起来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先用 part-time 的方式凑凑凑凑到觉得这个真的不错，那再变成 full-time 做。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不管家人或者朋友也会比较放心，因为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并不是在凭空乱想，这个是已经跟网络上面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已经充分讨论过，你已经知道你的客户是谁，事实上都已经等着你在做了的那个情况之下才开始创业。有17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请问在万物联网的未来资安应该要如何去做防护，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自己在加入行政院的时候，我是这个政委自带厂商，也就是说我自己做的一个叫做 Sandstorm 的这样子一个系统，我是直接在进行政院的时候，我直接就把整个拷进来。那为什么要用我自己写的系统？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开放原始码的。那这个跟刚刚的那个自驾车一样，开放原始码的意思就是说，好比像说你去餐厅，那这个餐厅它端一盘很棒的菜给你吃，但是除非你是这个有特殊的天赋异禀，是那种吃了一盘菜在脑里可以把它翻组译成食谱的啊。这个我们社创中心有一位史达鲁，就是我们社创中心的厨师，据说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他的朋友都是常常在他当学生的时候凑钱去让吃最好的，因为他吃完一次之后回来就会做了哈。但是除非你有这个史达鲁这种能力，不然的话你去吃一个米其林的餐厅，其实你吃完之后你还是不知道他怎么做的。那所谓开放原始码意思就好像是说，他在上菜单的时候同时也把食谱付一份给你，所以你吃了如果觉得好吃，你回家按照那个食谱料理，你就可以做出一样的一盘菜来。那为什么大家要分享这个食谱？当然每个人动机是不同的，但是资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套系统它里面所有的程式码都是公开的，那么我们就很多人都可以一起去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资安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什么可能就是别人可以打进来的方式等等。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公开，那会去看你有什么漏洞的人大概都是坏人，就想要打进来的人。但是如果你公开你这个系统的架构的话，那每一个使用者这些好人也都有相同的这样子的方式能够去看这里面，也就是说找到漏洞之后他愿意去回报的这个几率就变高了。因为如果你都不公开的话，那找到漏洞的人基本上就直接打进来就好，他也不需要去回报。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行政院里面，我自己的办公室，我做的包含这个聊天室啊，这个就是共享的档案呢，我们怎么样管彼此的这个每天的工作啊，我们的这个文件的编辑啊等等，全部都是用这样子一套系统啊，就是 Sandstorm 去进行管理。那所以那再加上因为我这个入阁有约法三章，那就是第一个就是不看国家机密，所以我看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对外公布啊。那第二个是说就是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用这一套虚拟的工作方式。那第三个是说是大家自愿我才去协调，我是绝对不会下命令的。所以这三个条件结合起来，就表示我每次演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可以直接把我的工作曲秀给大家看，因为里面都保证没有这个国家机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这边要强调就是说，我们是有一个很安全的空间，让我们的同事任何人，事实上不是只有我办公室，而是他有 gov.tw 的 email 的任何人，他都可以直接来应用这套系统。所以我们像行政院的资讯处啊，或者其他朋友们都有在运用这样子的一套系统进行流程的管理。那所以我现在就秀一下我们的这个到底我们
好比像说他们昨天才去文官训练所上了出任主管课程，然后我们现在这一套这个就我演讲里面讲到这一套行程方法，现在以后会是就是委任升到兼任的这个主管他必修的课程，然后自办一些座谈会，访谈一些老师等等等等。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这所谓的 working out loud， 就是大家在工作的时候都不怕别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就没有那种什么部门分组啊什么那种好像隔壁办公室彼此都不知道彼此在做什么情况，而是每个人都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里面每个人在做哪些事情。那这些当然要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面，不然的话有人随便打几行然后改几个数字，那你就很糟糕了嘛。所以像这种高度资讯化的这种工作方式，它非常依赖自然。所以在我当时架了这样一套系统之后，我没有马上让它上线，而是请院自然处花了应该是100万去请包含我们内部就是基辅中心的一些骇客，然后以及外部当时才获得了全世界 DEFCON 第二名这个蔡总统接见的这个白帽骇客啊，就是按照我们这个开放源码的，他是看着城市去打，打了整整半年，找到一些小的漏洞，但是没有找到真正很大的漏洞。然后他每一次找到一个小的漏洞，他就可以在国际上发表一个 CVE 就好像论文一样，就是他们徽章一样，你找到一个就表示你很强这样子。所以在过程里，我们就确保说，我们在就是这些自然朋友们看到我们这个政府架这些系统的时候，是一个两性共生的关系。首先有钱可以拿嘛，然后第二个也有名声可以赚嘛。然后呢，如果他找到一些漏洞的话，还有总统接见嘛。那反正无论如何，就是说他就不会误入歧途了，不会走到黑道那边去。那在过程里面，我们就不断的去跟他们合作。那到最后，我们就已经相当确信说，好，那这边应该拿不进来。那他们也觉得说，哎，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自动安全做贡献。从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把这套系统公开出来给所有的公务员去使用。那在过程里面，当然这是有一个防御的纵深，就是在你打到最后一关之前，中间如果有任何这个异常的情况，我们随时都会接到通报。所以，就是快速的再 recap 一下，就是第一个要有这个开放原始码的系统，让大家都可以来做检视，并且比较相信这套系统。那第二个要跟白帽骇客的社群保持良好的关系哈，要给他们充足的这个薪水，然后偶尔要总统接见一下，让他们觉得说来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光荣的。第三个就是说，在过程里面，要不断的保持这个防御的纵深，当任何时候就是有可疑的迹象的时候，不要等到最后被打到最后一关才知道，在任何时候都要有一个就是先期判断的这样一个方法。那不过当然，台湾我们是在自然的前线啊，所以我们在训练这些就是自然的人员高手的时候，我们都不需要用这个练习题哈，因为每天都有新的情况需要他们处理。所以说这个一战待训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自然人才训练是相当的顺利的。那现在主要就是说，要我们所有的政府机关、所有的关键基础设施都了解到说，你在任何案子里面，你掐个5%的这个预算出来去做自然跟白帽社群的这样子一种互动，它不但是一种买保险的一种作用，它同时也是在去培植我们自己的自然产业的发展。所以这5%是非常值得花的。那所以事实上不是只是新的网站建制，包含我们就一年预约的那种维护案啊或什么之类，在接下来我们都会这样子掐5%出来，去把自然当作我们所有的公务预算以及所有的科发相关的预算里面的一个很必要的一个开销。有16位朋友们想要问说，政府对于物联网的基础建设的一个蓝图哈，我不是可以秀蓝图了，只是说，这个蓝图相当的麻烦，然后我不是很知道怎么讲，但是 OK， 但是无论如何是有蓝图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下一波就是所谓的5G 的时候，它跟我们现在不管是4G 或者是以 WiFi 加上光纤为主的这个 backbone， 它大概有5个很大的差别嘛。一个是说它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比现在的这个传输的速度快很多。所以那我们如果是用在好比像说影音上面，现在大家视讯如果有打 Skype 或 FaceTime 的经验的话，就会知道说，如果你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人，那么你去跟他 Skype 或 FaceTime 的时候，其实你很难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他的表情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有没有在注意你讲话，因为这个解析度不是很高，它是大概 720p 到 1080 哈。那在这个解析度里面，我们脸上所谓的微表情 micro expression 其实是没有办法传递出来的。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脑补虽然说很补了，但是如果你之前没有见过他的话，补大概都是错的。所以
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很多就是具体的真的需要集思广益的这种公司的会议，用视讯来做确实是有一些困难。但是呢，5G 就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即使是在野外、在路上的怎么样，都可以去用 4K、8K 的影音。那到达 4K 的时候，其实微表情就看得很清楚了。到了 8K， 甚至它的立体成像、VR 这些东西可以栩栩如生，好像站在你前面一样。到那个时候，很多好比方教学上面的应用就会相当不一样。那我自己是有就在入轨之前有，实际上入轨之后也有测试过，在就是非常高速的透过 VR 跟 AR 的这种classroom 就是教室。那就是简单来讲，就好像今天虽然快坐满了，但还有一些位置没有人嘛。那但是我当时就是把两个不同的学校的教室叠合在一起，然后我只要戴上这个就是 VR 的眼镜，那坐着的朋友们我都还看得到，在空的位置忽然之间就一套出人来，所以是一个阴阳眼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两边的同学就是各自坐在不同的位置上，那但是他们往左看往右看，忽然都可以看到，哎，他在这个同样在高雄的同学，但是他一往右看就看到在杭州的同学。所以在这个 5G 的时代里面，我们不需要很高速的，也不需要非常花太多力气，它很自然的平常的速度按照 5G 就已经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工作。所以我想这个是 5G 时代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差别。那当然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是低延迟。什么叫低延迟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好比像说你从你打 Skype 到对方接起来，你从看直播现场我讲一句话，到直播大家收到一句话，现在常常都有大概半秒钟左右的一个延迟。那当然好一点点，也许就是0.2秒钟的这个延迟。那在 5G 可以把这个减到1/10。那减到十分之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一讲话，几乎你完全没有延迟就已经收到，它就可以好比我们透过直播，乐团就可以开始练团。就是说你就不会说一个节拍的那个差距，你可以吉他手在一个地方，然后主唱在一个地方，然后贝斯手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又或者是说这边远距手术医疗啊，自驾车智慧交通啊，大概都是第一次可以做到的事情。那接下来就是说它的耗能是可以用非常小的 cell 就可以做到。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布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感知器。那这些感知器它可以结合各种不同的好比方说影像的温度、湿度，我们刚刚讲到很多民生公共物联网这个感知，这些东西都可以布在比较多的地方。那最后就是说它的容量跟连接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便宜。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会鼓励所谓的垂直应用场域实证啊，这个是非常这个拗口的这个8个字哈。但简单来讲，就是说当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会尽可能的把那个地方协调出来，让你甚至可以透过法律这个目前还没有规范到的部分去进行相关的一个实验。那这个因为这个创新实证为什么创新法那个太麻烦了，所以我们现在通常提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它换成沙盒，就是 sandbox。 那沙盒它就比较有想象，就几个小孩嘛，在这个里面玩沙嘛，那玩了沙这个堆出来，如果堆不出来它垮了，那也不会怎么样，它也不会弥漫到旁边的这个路面上。但如果你堆一堆一翻，真的有一个形状，那你就可以把它扩大。那我们就在今年其实已经通过了3个跟沙盒有关的一个法案。那先要讲就是这是一个前店后厂的概念，这个网址是代理的入口，任何时候你对你的所在的地方你想要创新，然后你发现好比方说自治条例挡到你啊，法规命令挡到你啊，还是挡到你啊，那在以前呢通常就是要靠关系嘛，但是在现在大部分就是你只要上这个网站就可以了嘛。那为什么要上这个网站？是大家透过公开乔事情，而不是去找立委乔事情。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法令跟这个法规命令的要点放在这边，等于立法院是说我们也不想要那种好像有一个新的人想了一个新的 idea 过来，然后他说在荷兰怎么做的很好，在新加坡怎么做的很好，我们也没有去考察过，我们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如果忽然之间就要求行政部门把他这件事情就要做下去，或者就居然去修了法律，那说不定这其实不适合台湾，也许他只适合外国，不适合台湾，也许这不是好主意。所以我们就跟立法院沟通之后，他们在今年我们就有3个不同的相关的法规命令跟法律。今年1月是一个叫做平台经济法规调试的这样一个准则。好比像说有些朋友说，我家里有私人的停车位，我希望能够装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好像卡榫一样的东西，那就是我在出门上班的8小时里面，任何人呢他只要有透过 APP 付我钱，那他只要车子开到这个旁边，那个就会降下来，然后他就可以停进去。那但是呢，这个他就是
走就是停完之后他走了之后我回家了，我还是有自己的停车位可以停，就是这种私人车位共享出租的这样一个概念。那后来呢，交通部就做成一个解释，就是如果你一个月下来平均每天你租不超过8个小时，那你就不需要把你这个地方当营业用地，那这个税率就可以稍微省下来，那也解决就是很多地方没有停车位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就是靠平台经济的这样子一个沙盒来进行协调。那中间是可能他比较听过的就是金融沙盒 FinTech 的沙盒。那目前我们已经有第一个沙盒已经审查，已经开始年底会开始实验嘛，但已经审查完毕。那他的就是说因为好像大学生的年轻人他第一次想要办理授信，想要办信用卡的时候，往往这个银行不太知道说你要给他多少授信的等级，因为在此之前他没有任何信用记录可言，所以你也不知道你要让他借多少，这样子比较好的。那但是很多年轻人他也许就是有一些这方面的需求，所以要怎么办呢？所以呢在金融沙盒里面他就去跟中华电信一起提了这样一个案子，说如果他是有办手机，他有办什么方案，那他每个月都有按时的缴钱等等，他可以把之前缴电信费的这个信用记录当做他的授信记录，那这样子的话银行就可以算得出来说，哎，那我每个月借他多少钱，这个是应该合理，他应该还得起这样子。那所以这种本来其实语法好像不太知道怎么做的，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合法或非法，他介于合法跟非法之间这种灰色地带的东西，现在就可以说好，那我就给你一年的时间，你就犯法吗？不是犯法了，就是说你就用你的版本的法律来进行实证。那这个实证如果是一个好主意的话，那过了一年呢，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变成这个真正的法规命令，那就很感谢你创造了一个新的经营模式。那如果过了一年大家发现这不是好主意，那我们就感谢投资人帮他付了学费，那但是下一次就不要再这样子做就好了。但是无论如何它的风险是有限的，那也不会有太大对社会的伤害。那到今年年底我们现在就有另外一股沙盒叫做 UV 就是自驾车嘛。那但是呢不一定是车子啊，我们是这个全世界唯一一个把陆海空全部混在一起的沙盒，所以就是说包含那种开一开然后就上岸了，或者是开一开然后就飞起来了等等的这种载具哈，我们都可以放在 UV 沙盒里面进行测试。那像我自己去澎湖南方四岛的时候，我感觉就很深，因为他们这种三级离岛可能每个礼拜只有一班交通船，那赶不上交通船呢可能还要搭海巡的船哈。那在这个时候这种无人的飞机或者甚至无人垂直起降的这种 VTOL 对他们就很有意义。那在 VTOL 技术成熟之前，甚至无人船对他们都很有意义，因为他们要的不一定是非常高速的东西，而是说那个船长真的是最贵的部分。所以就是说，如果他不需要船长，他可以就是一个船慢慢的帮他巡回，解决这种最后一里的问题的话，其实就算我们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法规，我们也容许他们说，那我们就试一年。而且在这里呢，我们有个做一个很特殊的设计，就是说你的这个申请到 Sandbox.org 台湾是经济部收单，经济部中央企业处。那当他们收单之后呢，好比说如果现在真的是一个无人船，那他们就会让经济部的技术处去做评估。也就是说，交通部它当然还是监理单位，但它是一个 encore 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经济部觉得这个东西值得测，那交通部就要去放松他们手上的这些法令、这些法规命令，那大家就可以测个一年。那测起来如果不错，包含商业模式，就可以再多测一年去把它扩大。那如果这个测起来是地方政府要调整法规命令的话，我们就把它调整。那如果它真的要改到法律，那立法院可以讨论到最多4年，那在这个中间这个实验都可以继续做。所以我们未来就会发现各种各样子的新的实验的方式，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利用5G 的这种物联网的频宽，然后去创造真正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这个新的创新。那如果这个没有解决到社会问题，那随时有什么风险啊，有什么资安，有什么疑虑啊，那大家随时都可以讲。那如果大家觉得说，哎，这真的不是好主意，那实验就终止掉了。所以其实就我们把这个物联网的频宽，不是好像说我们分给几家大的这个系统整合商由他们去做创新，而是我们反过来问这个地区需要什么，然后每个人需要的那个过程里，我们在那一小块里面去把频谱释出去让出来，然后让这个创新去使用，那都是有时间期限的。如果这个实验失败了，那一年之后，哎，这个频段我们就把它收回了。有吴俊是吧？这位老师问说，要如何推动社会创新哈？那我们有一个社会创新的一个行动方案，那在这里面是有一些推动的一个方法。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大概没有办法每一个都去说。那但是大概有3个想要跟大家分享部分。
一个是说我们推动社会创新，在现在我们就是特别注重的，就是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什么叫永续发展目标呢？就是它是17项，在2015年的时候，联合国透过去咨询全世界几百万人，问他们一个问题，说到2030年的时候，你希望我们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那100多万人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大家就把它收集起来，变成17个互相不矛盾的目标。那每个目标里面有很多细项的指标，有169个，但它有个特色，就是说你不管在做里面的哪一个题目，你都不会跟其他的16个题目起冲突。就说联合国它整个工作就是说，去确保说全世界的每一个领导人在里面都同意说这件事情，这17个同时并进，对它是有好处的。所以你在里面不会看到任何有争议的题目，因为这个就是当时他们花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然后去把它敲出来说，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觉得这169个指标，这17个题目是一件好事。那所以呢，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说每次当我要解释说，好比说刚刚这个沙盒嘛，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的时候，然后比方说这次我去纽约，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给了大概5场演讲。那每次演讲的时候，我就主要秀说，哦，我们现在在台湾，我在做社会创新方案，我在做17.18、17.17、17.6。那不管他对方英文好不好，看不看得懂我的简报，他马上就知道说，哦，原来你在做17.18这件事情，17.6，然后他就可以介绍他的国家里面做这些题目的人跟我互相认识。那这个就有点像是一个索引的一个概念，好像我们去图书馆借书的时候，我们会借什么类什么类的书。那这个就是把全世界在做社会创新的人的力量，能够透过几点几的这样子的方式，那去进行讨论。那所以17.18就是确保所有做创新的人都有共同的资料，像你是共同物联网。17.17就是确保说，不管你是产官学研社群等等，你都有能够进来讨论的空间。17.6就是说，当一个新的创新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用网络平台，透过办每年的年会、社会创新会客松等等的方式，去让不同的角落的朋友们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创新。那这些都是在第17项，就是促进目标实践的伙伴关系上面。那好比像说也有人在做，好比像说14.1就是怎么样让海洋里面的塑胶垃圾可以变少，好比像说海藻吸管啊、纸吸管啊，或者是这个其实珍珠奶茶还有什么方法，好像有一个很硬的意大利面，这个也可以用，但是只能用2小时，它就会软掉。我们如何就是说，我们就是反正有这样子一个索引出现，大家的创新就可以集中在那个索引上面，然后大家就会发现说，大家都在做同一个题目，这样子力量就可以互相结合，这是第一个特色。那第二个特色是说，我们这次是把教育部跟内政部放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接下来4年88亿里面，大概接近一半都是在教育部的预算上面。那教育部在这里面透过好几支计划，一个叫做大学社会责任，就是 USR， 去确保说这个口号就是有大学的地方就有希望，就是说不是学生毕业之后再来创业解决社会问题，而是学生在大学4年或学位授予法其实要改了，大学10年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可以不断的去就是修一个学分，但这个学分它叫做 capstone， 就是说你最后快要毕业的时候，你要真的解决一个你旁边的社区的环境或者是社会问题，你才能够去完成你的这个学程。所以在过程里，他必须运用非常多不同学习的这个能力去对社会有所贡献。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家长也会比较放心，因为这没有创业失败的问题。这只有就是你这个就是上课反正成绩 A 或 B 嘛的这样子一个问题而已，所以其实并不是大家对创业那么就是感到那么害怕，而是说你本来在学习的过程你就试着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就算是解决到5%、10%，大学旁边的社会也会觉得你是有贡献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学生无形之中就跟他的社区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连带关系，那未来也不会觉得好像你是关在象牙塔里面。所以 USR， 然后包含 U Start 就是真的去创业了哈。那还有内政部，当然在这个所谓的平台合作化、合作经济就是不只是刚讲消费合作社嘛，也包含劳动生产等等这些合作社的这些部分，都会放在我们价值培育。那目的就是说，希望学生不是最后学出来了才开始了解永续发展，而是在自己学的过程里面就已经该实践永续发展，然后在17个题目里面挑某一个做，这是第二个特色。那第三个特色就是说，我们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把外交部找进来。那么在以前呢，
台湾做出这些非常棒的东西，像我刚刚讲的塑胶垃圾，之前有一个叫做 R1 的一个社会创业家有来找过我在社创中心，那他做的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他去渔会，去他那时候在一个渔会谈，就是希望就是渔民出去嘛，开船会往很多塑胶垃圾回来，那之前他们都是要丢掉的麻烦，那现在他就是跟他拿这些塑胶垃圾，然后透过他们的技术把它变成生殖油，就是把它还原变成油，那这个油呢他也不是卖给渔民，他就是 barter， 就是交换嘛，以物易物嘛，就是你给我垃圾然后给你油，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又有油的又可以出去往垃圾嘛，不是，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说你不是特别去净滩，而是说你在净滩捕鱼的过程里自然的在净滩，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创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以前，因为外交部可能比较没有进来，所以我们不管在 APEC 或者在就是联合国相关的周边的一些我们可以参加的一些这方面的演说里面，国合会啊等等，其实都比较少用英文去分享说，台湾已经有这些创新正在出现。那我们这次把外交部找进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只要把国内的这些社创透过允许发展目标的方式去做编号，就是17色环嘛，去做编号。那外交部在具体在援外的时候，他就不一定要去找我们的邦交国家都是发展中的国家嘛，他也可以去找友好理念相近的国家。像我刚刚讲的，总统麦克克松不是说台湾自来水公司这个用 AI 解决了他们漏水问题嘛？他们师傅这个以前要1年半嘛，那现在减低到1/10的时间就可以知道哪边漏水嘛。我们只要透过 SDG 这样子把它铺上平台，忽然之间纽西兰就说：“我有兴趣。”为什么？因为纽西兰本来不缺水的，但是现在气候变迁，他们开始缺水了，所以忽然之间漏水问题，他们本来不觉得是一个问题的，现在是一个问题了。那他们的选择就是，他们要么要跟以色列买非常非常贵的 solution， 要么就是说，他们发现台湾正在研发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总统麦克克松一结束之后，这个社传团队马上就去纽西兰待3个月，那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个水压、水流量，所有这些资料都交给我们台水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团队，然后大家等于一起来研发出能够解决他们的这个漏水政策的这样子一种演算法。那当然到最后这个东西是他们的，但是他们愿意把资料交出来，而且愿意这个补助，然后愿意去一起进行开发，这也是一种互信的、就是说如果不是理念相近国家的话，谁会想要把自己所有的自来水相关数据都交给你啊？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这也是一个外交。那其实这个外交我们是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暖实力 warm power， 就是送暖的这个实力了。那暖实力外交一个特色就是说，它不是说我手上有一堆东西然后我非要你去接受，而是说你碰到问题跟我碰到问题一样，我解决过我碰到的问题，那所以我跑去你那边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样子的外交当然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剪彩的部分嘛，那但是我觉得长期下来就是说，在政府对政府、民间组织对民间组织以及公民社区对公民社区的互信上面，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台水也不是完全这个就是做好人好事，事实上这个他们是有收入权是要卖的嘛，所以就是说这个还是有生意可以做，而且到最后就是说他等于是分担研发成本，但到最后台水可以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 solution， 那这个不只是圆满，也可以再回来再次提升我们台湾就是解决漏水问题的这样子一种能力啊。那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什么5分钟左右嘛，所以我可能就要快问快答了哈。人工智慧要怎么样发展呢？政府的角色要提供怎么样子的支持？ Well， 我们刚好有一个网站嘛 ，ai.taiwan.gov.tw。那台湾的特色，其实一句话来讲，就是我们不需要去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去强迫大家一定要怎么样跟机器相处。我们有非常好的教育程度，我们宽频即时人权，我们明年开始要确保所有在新课纲里面的从国中开始的小孩都要能够把 AI 觉得是像我们个人电脑一样是他自己可以用可以改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不需要靠就是政府里面的一批10个人或者20个人去想说 AI 要怎么样运用，我们是可以运用2300万颗脑袋去想说 AI 要怎么样融入社会，要怎么样具体的去把人跟机器互相共生，这样子一种新的norm，就是新的道德社会规范，一起去把它形成出来。那这个就是这个 regulatory co-creation。那这个实际上是全世界各国在做 AI 的时候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子去让整个社会了解到说 AI 能够融入社会，而不是一直重复一些什么 AI 会取代工作啊 ，AI 会这个。
值，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它没有什么神秘的，是任何人他只要愿意学，他就可以掌握的这样子一种技术。所以 AI 的民主化 ，AI 的这种agency， 就是我们自己对它这种主控权，这个我觉得是台湾的一个特色。那这个当然也是建立在我们本来的开放资料、我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民主等等的这样子一种基础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台湾做 AI 的一个特色啊。当然，电子支付其实没有特别慢，就是你用现金以外的，其实就叫电子支付了。台湾的行动支付确实比较慢，就是说，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电子支付推太好了，就是如果你拥有卡，只要这个一秒钟就可以付完款，但你拿手机出来要两秒钟啊，那我就是拿拥有卡，我也不会拿手机。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就是每一代它做得好的话，那它到下一代的时候就要做得更好，你才能够超越它。其实一句话讲就是这样。那但是我想，这个可用率，就是你可以用行动支付的地方，我想台湾目前的普及率已经越来越高了。大家怎么样会愿意去用呢？就是要靠我们刚刚沙盒法规松绑。好比像说，有一些厂商说，你如果是手环戒指的话，用戒指去感应是比手表或者手机要来的自然。所以如果你用戒指去感应的话，那大家就比较愿意用，比起拿悠游卡来讲是比较方便嘛，你要省到半秒钟。但是呢，以前的那个就是应该是 NCC 吧的规范是说，它的感应距离一定要在什么三公分，但是戒指你要凑到三公分，要这个手要扭一下，所以他们就去修改它变成十公分，然后你可以比较远的距离用戒指感应就可以完成付款。所以其实重点还是说，民间有实际需要的时候，我们多快的能够去把民间实际需要变成我们在法规上面的松绑，那就好像是这个及时去回应新闻一样，一开始各个部位可能不习惯，但慢慢的大家就习惯说，好，那我现在两个礼拜，我现在一个礼拜，我现在甚至三天，我就可以有个初步的判断出来，然后去把这个不合时宜的法律去进行修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之前卡住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最致力于把它修正好的一个部分。那以目前的互联网技术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其实台湾真的是蛮得天独厚，就是说，因为我们的 geography， 我们的地理是长这样子，那而且台北到高雄只需要才一个半小时嘛，搭高铁的话，所以其实我们说宽频集人权的时候，我们真的 mean it， 就是说，在很多其他的世界其他地方说宽频集人权的意思是首都旁边有宽频而已，那但是在台湾，我们真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宽频，所以我觉得最困难的倒不是在说我们导入技术的这个速度快或者慢，我觉得我们这边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完全有言论自由、完全有创作自由、完全有集会解释自由的地方，所以我们反而是说，大家对一个技术出现的时候有不同想象的时候，就会吵得特别凶。像当时 Uber 刚来台湾的时候，那我们这边的挑战是说，怎么样赶快把大家不同的立场里面去分析出一些相同的感受。那当然，这个其实也是 AI 可以帮忙的嘛。当时2015年 Uber 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是问大家说，哎，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你的感觉怎么样？跟你的 Facebook 或 Twitter 朋友们相关的这个对同一个事实，还有什么不同或相同的感受？那慢慢凝聚出一些共同的感受，我们再把它变成多元化计程的方案，然后一起就是目前实际，我像我们这个自驾车的这个条例，也是透过相同的方式去问大家有什么感觉。所以透过这样子一种就是线上共识形成的方式，不像在 Facebook 上面大家好像是越吵越凶啊，我们透过这种 AI power conversation， 大家就可以先去确定说，好了，我们有可能五件事情大家立场不同，但大家就会越来越花时间在大家想法相同、想法近似的部分，然后最后凝聚出的共识，我们就真的拿去把它做成，不管是多元化计程车方案，或者是把它做成我们目前的无人载具沙盒或其他的部分。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每次讨论三四个礼拜下来都凝聚成这样子的共识呢？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边没有 reply button 啊，这边你不能按回应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rick， 因为你如果能够按回应的话，大家都花时间去攻击。然后去，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你不同意的论点，你如果可以回应的话，那你就去攻击那个人就好，你不需要发展自己的论点。但是在我们经营的这些平台，不管是 Slido， 可能是 Join， 或者是这个叫做 Polis 的这些平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不能够按回应，所以这样子，所以你就只能去想一个更好的主意，让别人去按赞。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大家就会花力气在大家能够去想。
想象的别人会愿意同意的一些共同的感受，而不是把力气花在那种很枝微末节的，就是大家都已经确定不同意了，其实也不需要再花力气下去的这一小部分的这个工作。所以这样子的科技，所谓的公民科技，就是我们去把大家在新的事情出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主意，有一个新的沙盒的实验出现了，在一年的过程里面，可以想象每一个利害关系人都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跟想法。我们怎么样确保说，在一年的实验期过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它收敛到一个大家都能够同意、都能够赞同的这样一个共识？那像这样子的工作，其实是现在全世界都觉得最困难的一个点。那这也是台湾很具体可以有所贡献的地方。好，那所以我这边就只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刚刚已经举牌了哈。那我们到底要怎样因应哈？那社会要怎样解决，劳动力要怎样解决？这边分两个，一个是说，这个好，一个是说AI 它这个是不会累的工作者，所以也表示它是不会累的老师。在此之前，我们要转职要学一种新的工作的时候，最大的一个 cap 就是这个能够教学、能够去做这样子教育的能力是不足的，因为这是一个很新兴的一个 field。但是呢，我们透过具体的模拟，我们透过 AI 作为老师，透过线上共学等等的所有这些方式，我们现在当你要培育一个新的技能的时候，这个 cost 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低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位授予法接下来要改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之后大学就是一个资源，书到用时就是随便找，就是说你去嘛，你就回大学，再解锁一两个成就，然后再出去，再回来，再出去，再回来，那最后就不是哪个学系毕业，它甚至是大学系统。是学院本位而不是系本位，而且也是你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大学的线上课程里面去取得高达一半的学分等等，所以到最后你跟大学就是一个共生关系，而不是说好像是你先念完四年大学，然后大学就跟你没关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应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其实我们盘点起来大部分的工作里面并不是所有都是冗的部分，所谓冗就是说输入是同样的格式，输出是同样的格式，中间任何一个人来，他只有判断的速度快慢，但是他并没有个人生命经验放在里面的部分。那像这样冗的部分并不是一个人工作的全部，像老师好了，当你在批改小学生的加减乘除考卷的时候，那个就是冗的部分，因为谁来批改都一样，只有批改速度的差别。但是当你在就是跟小孩进行实际互动，当你再去发展你的教费教法的时候，那个部分就不是融的部分。那当 AI 来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培养的一种态度，就是说我们要检视自己工作里面融的部分，把那些部分都引入 AI 的部分来把它解决，然后我们就尽可能去发展什么呢？就是自发自己的好奇心互动，去跟自己背景不同、想法不同的人沟通，以及共好，就是不要把别人当成工具，而是能够发展一些同样的价值。那你越认同这些部分，那就越不会有危机。那如果去越认同自己的技能的部分，那等到12年过去了，这个技能就被自动化了，那当然自己会心里觉得人性的尊严受到这个挑战啊、威胁等等。那就是为什么从明年开始新的这个课纲就会是把技能导向的教育正式变成所谓素养导向的教育。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教育工作才是去因应未来 AI 时代这个劳动力重建的一个根本，因为这样的话，任何新的东西被自动化，它只不过是为了我们人生使命解决社会问题，再多添砖加瓦加某一个特定的工具，而不会变成说好像我过度认同特定的技能，所以就觉得被取代了。好，那今天就先回到这边，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马委员啊，那透过马委员的解答，他的大家应该对于我们政务官他们的这个平台的贡献，那如何达到我们的所谓的物联网共好，那就是期待我们大家的认识。好，现在请我们的理事长颁发感谢状。谢谢谢谢，非常谢谢唐委员。
非常重要的时刻。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下午茶时间。好，谢谢您，谢谢。